他乞丐的主人嘛，因若要对车有损害、有伤害，咱有权利通反对，有权利通讲咱一车落去甲修理是无同。因你若无到咱的时候，你当然嘛较乖了 ，OK？ 无到咱的时候，暂时忍咧，但是一定要甲因，一定要甲这个无公义的代志甲伊处理掉。第三，主动掌握议题啦吼，用和平的方式。你其他这边讲是微博的空间吼，用和平的方式，爱不断空间，这个真相。我头先来讲的迄个，哈佛大学教授讲的，要不断空间，因为咱是多数人嘛，因是少数人嘛，多数人对付少数人是不断来空间，可以不甲到伊其他目标 ，OK？ 但是咧，而且空间的勇敢质量真重要，即有当时啊，咱去往阿边啊，起码来好定该骂，定是该好，感觉讲若有时间就要甲睇吼。但是咱要尊重所有的人，包括咱的敌人的人权甲尊严，因为咱是一个要向进步的社会行，而且进步的社会对人权尊严一定要共过标的，所以这是咱的行事行动的一个基础。第三，即马说落去，头前是咧讲行基础的位，说落去有五个要点啦吼，即五个要点，第一点，爱大家吼爱较认真，特别不尝试的吼。基本常识会乎你对台湾基本的观念做一个足整体完整的看法。你讲，你若基本头先，你对台湾政治的发展会有一个足整体的看法。啊，会乎咱的迄个，你会去了解咱的受压迫的本质。哦啊，然后因为知影咱做伙受压迫，咱大家来团结。哦，大概这次也有一寡这的因为。有分出来了所以恁大家看一下，我等于讲，这物也是咱应该了解的。第二个要点，等于讲，台湾独立建国，伊是有国际化的基础，伊有国际化的基础，甲社会伦理的正当性，啊，甲道德性。咱的运动是有正当性，啊，有道德性。中华民国是一个流氓集团，哦，伊是外来政权，伊台湾是不合法的。唔是讲因为哇，咱的那些有迄个选举，安尼伊就变合法，无迄个代志。有迄个选举是因为咱无法度，咱无去互伊控制掉，伊脚镣手镣把你控制掉咧。你伫个体制之下，咱的人只好离迄个所在。我若提伊个身份证，我提伊个身份证，唔是讲我着承认伊个政权，我这是完全两回事啦吼。后来第二，国际法顶面台湾无属中华民国，也无属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所以咱。建国是有正当性嘛吼？第三，这就是咱有民族自决权。哦，这里基本常识内底有写，是啊，看咱有民族自决权，这是有国际化的基础。对台湾独立是咱的自民的一个选择。啊，这是顺应这社会的尊重人权的价值，啊，表面和中共变作侵略者。但中共若和台湾独立，承认台湾独立，啊，伊就唔免立家，就讲是侵略者。哦，第三。对这个运动，咱的过程，我头先讲的啦，昨天咱看咱太阳，你感觉太阳咧不得不起来，跟即摆动动，你有嘛研究袂去？一定爱抵抗这对运动的失望，唔通失望，啊唔通咧多变困难，哦唔通讲哦，我咧做甲艰苦要艰苦侪块，哦，啊过了过以后，发八十万的迄落，我屁用发八十万，就搁感觉找钱找到要死，唔通多变困难，啊。搁较袂使对咱台湾独立的成功失去信心，啊！这马丁路德金吼有正鼓励的话，伊就是讲去往践踏的真理啦吼，践踏真理，你该打你土哩，该站，伊有那是搁会变起来，哦！啊，无人会永远去往骗，咱离风恐怕一寡只个台湾人心也毋捌有着真理那种。即你讲你唔捌想着讲有人会安怎乌白白骗到迄类型，嚯，足辛苦咧，甲你骗，唔捌误会。但是即摆慢慢仔会知影，无人会永远去乌骗啦。啊，你若辛苦经做啦吼，咱若辛苦落去做，一定会有收获吼。这是马丁路德金甲大家鼓舞的，所以就讲一定爱安尼。第四，抗争唔是干那咧讲洗脑，就讲咱咧抗争的时阵，拢反对反对。但是咧抗争运动吼，比如说抗争运动有迄个理想性，你唔是干那一直咧讲喏，你有哪会有正面的？正面的就是讲咱在做，而且运动内底加诚信，有要要求正义，有要人权，哦，
真济外省人，咱咧讲外省人，事实上伊最后拢嘛是认同台湾啦。哦，啊，遐无要认同的是变做请啦，啊，搁怎么请啦？遮个人当然是会改变啦吼。你甲看，甘地、金恩、曼德拉，哦，即个南非的曼德拉，因绝对是对遮压迫者足认啊坚决反对遮压迫者，用行动去反对哦。伊毋是干呐反对，而是用行动去反对。但是呢，因拢有呾用行动，伫因的即个抗争的过程，因对遮个压迫者啦吼，因认为讲受压迫的人，因为讲压迫的人就是无道德个，哦，因认为讲讲压迫的人是因为无道德，所以被压迫的人伫即个运动的中间有责任去改变遮个甲咱压迫的人，吼，哦。所以有一个理想性，就讲因的运动是一个理想性，毋是讲来一群人来反对，反对啊，为着反对咧反对尔尔，毋是啊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为着家己的三十分是安尼。第五，投入一个抗争，咱就要战胜这个迫害，甲对死亡的恐惧感。就讲，咱其他人若要加入这个运动，要走入这个抗争运动，咱就要证明一个，因为咱知影有这个代志嘛，这个请人的用司法来甲迫害嘛。你阿贵啊，哦，今仔日自由化，哦，你若无甲伊申请，无教育。先发无效的，我来，伊就甲你发嘛，电动司法甲你补嘛，哦，啊，用乌刀，你看乌刀当分机，用拍人，个人讲咱台湾人，因咧到变质了嘛，啊，这奴才，哦，你看陈英莲来的时阵，你看警察，你啊看乌片，美国的乌人平反运动的时阵，乌人警察咧拍乌人片，白人咧拍乌人，拍惨了，南非的乌人。遐黑人咧替白人做警察的遐，咧拍黑人，骗白人去拍黑人，讲拍惨了。即咱台湾也是安尼，所以即唔是咱台湾人特别多才，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拢是安尼，迄个足可怜的所在。哦，即台湾人多才，你有咱遮快的作势，感觉讲靠遐尔袂见效。咱台湾人遐也袂见效，唔是干咱台湾人。吼，啊，即请人甲中共的贵族啦吼，因个社会性俗多，基本上是平咱较低啦吼。啊，所以因未尊重人权，遮个物啊，所以咱着爱伫咧投入抗争的时阵，咱着爱正勇敢，着爱觉悟，会受着迫害，啊，咱来吞咧，你甘愿要受咧迫害？你若讲未确定，哦，你若要未确定，你着无法度来做这个代志。所以伊着讲，咱是咧为着咱家己的社会，甲咱的子孙追求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。伊讲啊，咱若准讲，干呐，不管是落咧惊，安尼咱的子孙啊嘛是一直惊落去，所以这个现象爱改改的。所以我大概这五个要点吼，这五个是咧非暴力抗争内底有这五个要点。啊，你刷落去吼，咱来看这个一点钟的影片，哦，这一点钟的影片是塞尔维亚是古早南斯拉夫的内底一个足大的族啊，吼，足强悍的一个族，啊，因。伫一两千年的时阵，把因的独裁者把伊推翻，啊，因的推翻，你即马看到，甚至连了，哦。